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子爱老师，也是网友称作 T 老师的我。那今天老师要教的如何做简单的钢琴曲。那首先我给大家看，这是老师所用的打谱软体，它名字叫 Encore，它目前有 5.0 版的。来，我先给大家看。你在 Google 上面打下 Encore， 然后5.0 OK， 这就是那个打谱软体的那个方式。那除了这个打谱软体，还有一个 Overture， 这是最常用，一般人最常用的打谱软体 Overture。好，它现在它有繁体中文版的这个打谱软体。好，无论哪个打谱软体，它最主要这个界面，一开始打开界面就是以钢琴的方式来界面，然后它是以四四拍为方式来做界面。OK， 那怎么做呢？你看到一个空白的钢琴谱五线谱，你要怎么制作一个五线谱呢？首先你不要想太多，你不要烦恼说。这太难了吧，你先不用这样想，你可以来，你随便哼一个旋律，音不准没关系，你随便哼一个旋律，比如说咪嗦拉嗦咪来来来咪来来来来来来，好，有一个明确的旋律，拉西哆西拉嗦咪，好。现在这个旋律你可能会唱不准，你可能嗦啦西啦嗦咪瑞，好，不管是哪一个旋律，你把它打出来，比如说啦西哆西啦嗦咪，这样的旋律你打出来，我这边打简谱的呢，你看我上面标一个点是指高音的地方，下面这个点呢是指低音的地方，我这边点拉西哆西拉嗦咪，好 OK， 那你已经有打好之后呢，你接下来就是用把它都想成一拍，都想成一拍。先比如一拍的话，就是你看到这个音符，黑色音符就是一拍啊，你就随便，如果打错的话，你如果不知道位置的话没关系，比如说好，然后你接下来你就把它播放看看，这很不合你的位置对不对，然后你就把它微调，把微调。好，这边呢有两个音你觉得不自然就去掉，然后这边呢你就把它去掉，这边有个橡皮擦功能，你就可以把它去掉啊。然后这边少一个说，好，你再听一看是你要音乐，好。可是呢，注意哦，它这一拍一二三，可是这边是四四，你不要管下面的四是什么，你看上面的四
上面是44，这里一格就是4拍，也就是说你这边还少一拍，那怎么办？你可以画一个休止符，然后你再进一个，好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是不是太短了？所以你可以把这两个合并在一起，变成两拍，然后变成。好，那接下来你可以想一个旋律呢，可以就是它这边你看这边有一个线条，是有一个从下往上，再从上往下，然后你这边就可以制造一个从下往上这样一个山坡。来，我比往上往下，然后这边就往上往下，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山坡呢，你不要刻意去种，一个顺其自然去种。咪瑞嗦咪瑞拉嗦拉嗦咪，好，那你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这样制作。好，你这样制作的话，你进去看，从头进去看。好，你是有觉得好听多了。那接下来下一段旋律就可以，你再把它复制，把这里复制下来。然后呢，这段旋律你可以把它复制下来，可是你要做一个结束。你要做个结束的话，你这边要做个结束，咪瑞拉嗦哆西哒，这样会比较结束的结。对，这样会有结束的结。然后接下来，好，如果你觉得这个你觉得很混乱，你看不懂的话，你可以这样子，我按那个刮弧的线，刮弧的圈头是在 P， 也在 P 键的那个右边，有两个 P 键，第一个右边的话是退回来，然后第二个右键是增加。好，这是只有 Enco 才有的功能，那其他 Overture 的话，你再看那个参考书在上面找找看。好， OK， 那我现在再增加一个琴谱，增加琴谱的话，增加琴谱的话，你这它有一个功能，你要 add 就是增加一次。增加一个小节，那 delay 的就是删除，然后增加一个小节，它减少一个小节，这个是共用的 add 和 delay 的。那相对的这边是一个增加页数和减少页数。那这个 add step 是指增加一个，你看，如果这边是钢琴谱，如果下面加一个鼓的话，可以加一个 add step。下面会增加一个声音，那如果这个不要的话 ，delete 把它去掉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，哆西拉，然后一段旋律好的，那接下来又要写那个第二段旋律的话，你可以写。咪瑞哆西拉咪，好，然后这个写完的话，
好，如果我这边打错了怎么办？除了用橡皮擦之外的话，还有另外一个方式，就是打错的话，这边有一个键 ，edit， 有一个 undo edit， 这个是回收键，会回到你前面的地方。好，那接下来就可以再复制一下。好，这边可以咪雷拉嗦，拉嗦咪雷哆西，然后这边可以就变成，咪雷。好 ，OK， 这样的话，第二句算结束。那可是歌曲会有第三句，那第三句怎么办呢？第三句的话，你可以加一个 edit， 好，你会觉得奇怪，怎么没有出现？因为它跑到第二行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就顺其自然的到第二行。对，这我稍微微调一下，因为稍微微调一下比较好。好，这边呢，你可以增加一个。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方式太麻烦的话，最好的方式就是，来，我知道给你看，我把这两个消掉。你知道这页数不够的话，你再加一个页数。加一个页数的话，你看它这边就出现了。好，然后这边呢，可以把它复制下来，因为你第三段通常跟第一段会一样。好，这样复制下来，你会觉得页面很怪，你就把它调整一下就可以了。怎么调整呢？随便按一个键，按一个音符。贴上去，就像我这样子。来，我再做一次给大家看。这样，这样子，选一个键，按下去，它就自动调整了。好，那你会觉得，这个怎么办？这边有空格怎么办？有空格没关系。如果你要想继续创作的话，你就可以继续创作；如果你不想继续创作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 delete。这个的话是到结束为止，按这个是到结束。这样就结束的话，然后接下来很困难，可是这样就要两页，很浪费，怎么办呢？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score。然后这边有个新 spot， 好，看哦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，这个地方 systems per page， 它这个意思是说你一页要有几行。好，我这边有设定成四行，那其实上我总共有六行，我可以上面打个六。好。OK， 那你就觉得，这样有点怪怪的，没关系，你就可以到一样，这边有个 Center Step， 这个功能就是可以把你控制在一页之上，你看，控制，这个就是一页了。好，再简单一首曲子，简单的就做完。然后接下来伴奏部分的话，你可以用依照钢琴的指示呢。那通常呢，我建议你不要弹在这个。你要弹的话，你不要选在这个拿哆咪，你不要这样选。为什么会？因为钢琴上这样的话，你在演奏钢琴上会，你看你如果通常都选拿哆咪拿咪，你碰到个咪的话，你就会两只大拇指卡在一起的，这样不好。所以你可以把它这样子，把它稍微移低8度，
好，移第八度之后，然后就复制。好，你就奇怪，我这边怎么不见了？怎么办？因为这是 Encode 它的软体的 bug， 它如果钢琴的话要复制的话，会遭遇这个 bug， 所以怎么办？我建议你有一个更好方式，就是叫 file 档案夹里面有个 new 这边呢有一个新歌 step， 然后你把它 click， 好，然后那一开始它是两个高音谱记号，然后接下来你把它这样子制作完之后呢，你再把你要那个这个复制下来，或是把它剪下来也可以。好，然后把它贴上。好，接下来完了，这里要变两页，我不会调整了。你看我怎么操作，你先不要慌，来看我怎么操作。首先，先把它变成四行，四节，把它变成四节。四节，好，因为这边只有五小节而已，所以你可以把它变成五，变成六，好，然后再按 step， 好 ，OK， 那这样的话，前面这个你可以把它砍掉，不要储存，好，接下来这个。你还是一样就变打哆咪，好，打错了，没关系，按回收键，又打错了，按回收键，好，接下来我稍微把它调整一下，好，然后接下来把它复制，你看这样就不会有 bug 了。好，这样的话，你通通都贴哪刀咪看看。好，接下来你都贴的话，你听一看。好，你如果觉得音量还是很小的话，然后这边有一个 Windows， 然后这边有一个 Step Sheet， 这个是调整那个你的度数，这个是右手的键盘，这个是左手的键盘。好，那这个 A1 A2 这个是声波频率，就是那个一个声波，你要用什么声波？比如说我钢琴这段，因为我都是选用钢琴嘛，这边都是选用钢琴，然后这边是音量，你可把它调到最大声，没关系，都调到最大声。然后这边呢，这边你可以不用管。好，这边只是加上你要是什么乐器什么之类的，那你先不要管。好，要钢琴的话，你再听听看。
好，那接下来你觉得好像怪怪的，好像不够，你可以加一个踏板。那踏板的话，我是建议你是这两个都加，这两个都加的话，你听听看，是比较有美化的。好，那接下来，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大声的话，你可以加一个 F，这个是最大声的范围，把它加进去。好，为什么我加了之后它还是不够大声？因为它原来声波就是 F 最大声的声音了，所以不管怎么加怎么，你都没办法凸显它的大声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先不要紧，你先可以把它 save 进去。save 的话，你随便放在那个桌面，然后随便按001。好，它存档的时候会存取为 NCO 专用档案，但是你没办法听。你要转换的话，这边有个转换，然后转成 MIDI， 转成 MIDI 的话，它就是一个 MIDI 的答案。好 ，OK， 我把它关掉。好，转成 MIDI 的答案是怎样呢？来。好，OK， 它是这样。好，转成 MIDI 的话就已经有声音了，但是问题是它不能都变成 MP3， 怎么办呢？你可以在网络上随便找一个，MIDI 转 MP3， MIDI 转 MP3 就有一大堆这样的转换经理，然后你到时候可以找出，就是这个软体 MIDI 转换经理。好， MIDI 转换经理，然后这边是它，你录制好的时候存取的路径，你可以把它存取为桌面，存取桌面它就这样子。然后再录档案之后，你可以把它选你存的桌面，也就是说你有看到这边有个 MIDI， 好，存起来之后它就这样子。好，你把它编码，开始编码。好，它编码成功，你就把它关掉。好，你接下来这个转成 MIDI， 转成 MP3 的话，它就
好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可是你会觉得好像很小声，不够大声，那怎么办呢？这边建议里面有一个 MP3 扩音，你寻找一个。MP3 扩音 ，MP3 扩音软体，好，如果真不会找的话，你就来，老师告诉你有一个这个 MP3 这个程式，来，我放在那里给大家看。就这个，这个程式呢，它就是专门把 MP3 放大的，放大程式。好，你把它下载之后呢，你把它扩音，随便找一个扩音器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按 Start。好，当你听到这个音乐响的话，表示已经完成。那它存在哪里？它存在那个你的音乐那边，这个媒体，你的音乐那边，这个就是你扩音的音乐。我把它剪下来。好，你再把它贴上去。是比较大声的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。那下次老师再介绍，如果再把这个旋律或伴奏更精简化。好，今天上到这边，谢谢你们，再见。